听到教练让他回家，好像有点悲观吧。接下来将要上场的是广州市滑冰协会的刘玉轩。想起来我就对这名小选手恢复了记忆，在俱乐部联赛当中他的表演也是记忆犹新，让我然后那点兵三周跳步伐发出了稍微有点远紧啊。结婚三周连后来点兵两周完成的比较干净，这种小选手啊，我们看到他的两个跳跃选择的难度还是很大的，跳跃能力还是蛮强的。选手应该在整个的这个女子单人滑成年组当中年龄算小的，但是她所选择的难度动作都是挺高的。看到了后面点兵三周和后外结环三周连跳，而且后外结环三周做得干净有力量也有高度。非常欢快啊，选择了爱乐之城，那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
非常欢快的一首曲子。看到在他身旁的是徐作人老师。